这话我已经听了十几遍了。我买好车票了，我们去江市。江市，在哪？ 在南边，坐车30一个小时到。那里空气好，对你身体也好。明天就走吗？等明早你爸上班出门了，我们就收拾东西走，不用带太多东西。妈妈攒了一笔钱，够我们生活一阵子。 你明天就要走了？我不走，我不想离开你。我也不想离开你，可你不走，你妈会一个人离开吗？我爸发现我妈买的车票了，我们这次走不了了。那你妈没事吗？跟以前一样，又被打了一次。 你爸生气是正常的，男人都容易冲动，过几天应该就好了。嗯，我带你去个地方吧。啊，去哪？ 这是我的秘密基地，小时候我坐错事儿，我就会躲到这儿。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以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。小雅，嗯，我们交往2年了，是不是可以？我还没有准备好，我们得，你干嘛？ 你别动我！你放开！你看，别动！小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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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雅。 有时脾气不好，对不起。